站住！你们是谁？嵩山武者，从哪里来？大唐，来干什么？找人。啊啊啊！果然人长得帅，连老天爷都帮。哎呀，想追小爷，下辈子吧。 嗯，大爷，别打我，别打！有啊，去！啊，轻度。 师兄，师兄，我去。 打个酱油，这纯属躺枪啊！我基本没有看见有人呼噜一声从天而降，也没有看到一位神仙哥哥受伤，我更没有看见神仙哥哥。你去去去去去，杀了八个人啊！不不不，七个！我什么都没有看见，我什么都没有看见，我不知道啊！你弄啥？你弄啥你？你放开我！我给你打听个事儿。啊，你不杀我呀？哎呀，你要把我吓死了！啊，哎，我问你啊，哪儿有浪种？狼 ？What？ 安师兄被暗器所伤，得赶快找浪种。啊，懂，到他。父亲，我们苦苦等了3000年，护法者终于来了。 我会找到他们，得到末世路唤醒圣童，用他的血使您苏醒。父亲，您是我心中永世的王。我主公呢？集齐完毕。很好。 出发！是。慢点！云，看云啊！慢点！快点！云，看云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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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嗯
给，省着点喝啊，水不多了。哎，你这睡狗味儿了！你不喝也不能浪费啊，两个七号换的呢，这是。啥是七号？电池。吃了。钱、货币、money，换吃的换喝的，随便你换啥。把他给我带过来。过来。把他也套上。乐腾，这个送给你，谢谢你。给我点吧。乐腾，这个送给你。我们什么时候约会啊？乐腾姐姐，乐腾姐姐。不修爷爷呢？怎么没来撞钟？不修爷爷又喝醉了。好吧。乐腾姐姐，你怎么从来不带人和他们约会呀？你知道什么是约会吗？不就是你喜欢我，我喜欢你之类的吗？姐姐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呀？姐姐啊，喜欢英雄，盖世英雄。我就是呀。好吧，我的小英雄，把这个给爷爷送过去。嗯，好的。我说，你这个木头妈是不是该加点事儿了？饿了。对啊。那。喂点草料啊！是，这浪中在哪儿啊？着什么急啊？你那师兄一时半会儿死不了，你放心吧。不只是他，我也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咱们找个地方先弄点吃的填饱肚子。我不饿，还找浪中要紧。爷爷，我走南闯北，见多识广，头一次看见这二十卖碰瓷的，一边抢。哎，小鬼，你这不用道歉，大叔，你赶走他们也算帮了我。大叔，大爷，瞎呀？见过这么年轻有为、英俊不凡的大爷吗？见过吗？见过吗？见过吗？大叔，我先走了，我赶时间。谁拿来吧你？这是我的，还给我，还给我，这是我的。这是啥？这是糟吃的。哎，去，这都臭成这个味儿了，还能吃啊？爱吃不吃？谁饿谁知道。给我，还给我。去，什么去？这是爷爷我路见不平的报酬，不用感谢我啊。不要用这种感激的眼神看着我。我会受不了的。我姐姐，哎呦，
召唤神龙呢？抢小孩子的东西吃，你们几个还是不是男人啊？我们吃啊。我是不是男人？你是不是？说，我能不能勾走你的心？来，勾我。你别来帮忙你！哎呀，你不是特地打吗？你不能打女人！哎呦我去！人家师傅说，山下的女人都是老虎。是你妹啊！走了。不明白。他受伤了。干你屁事！你见死不救，干我屁事！那干不干残城人的事？跟我走。凭什么？哎，那我可喊了。你算你狠！没有，神医啊，你老真是华佗在世，变缺在生，神医啊，您是手攒下一半，多谢老人家救命之恩，神医啊，神医啊！大块头，这是怎么了啊？我激动，我激动，我激动！哎哎哎！小七，走，吃饭了。好的，吃饭了。你们看见没有？他头，你激动个啥呀？不是我，见了一个，再见俩。捡了三个就得法。给我搜！大唐是什么地方？一个很美的地方。嗯，还有可多好吃了，有馒头、面条、米饭、烧鸡，尤其是那个肘子。我跟你说呀，你们说的大唐那么好，你们来这里干什么呀？我师兄二人身负重托，前来此地寻人。嗯，什么人啊？圣童啊！圣童。嗯，他很厉害吗？那何止是厉害，我跟你说，那简直就是。师兄，一旦圣童能力被唤醒，这世界将无人与之匹敌。嗯，这，哎，秘境之门，嗯，转世圣童，嗯，咻的一下飞过来了，啊！二位说书呢，当谁傻子呀？切，看我干嘛呀？我去尿尿，干嘛？要不要一起啊，小妞儿？啊？
捡了一个，再捡俩，捡了三个就得法。嗯，你个老不死的，觉都不好睡，妞都被你吓出来了。末世录是什么？能吃吗？末世录是一本上古神卷。不懂。哎呀，就是一本书啊。书是什么？能吃吗？竟不知书为何物。这便是我师兄二人穿越数千年来此的目的。嗯，你们的世界已被魔道侵蚀，人类濒临灭亡，只有找到圣童，用末世录唤醒他的灵力，并把他带回大唐，弘扬正法，涤清世上的邪恶。从此再无末世。给他一块肉，再找。是。师父说，他身上带有特殊符印，而且只有他才能看到末世录里的内容。来，就是这里。这里就是大唐吗？这里是嵩山。能吃吗？你们要找的地方是残城。残城？哎呀，我管他叫啥名字了，走走走。残城早在几年前就不存在了。说啥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，影族派兵到处抓小孩，甚至连刚出生的婴儿都不放过。残城有些幸运的人逃了出来，可是，一旦被发现，还是会被他们屠杀。抓小孩，他们也在找这个孩子。是啊，姑娘，你何以对残城如此了解？就是。我也是残城人，当年屠城的时候逃了出来。小七也是残城的遗孤。后来，我们被洛城的洛不休爷爷收养了。不休爷爷是洛城族长。他带着我们隐姓埋名地生活在洛城，但是一旦被发现，我们必死无疑。
有货呀！啊，嗯，不就是一张皮子吗？皮子怎么了？皮子也是好皮子，还有你看上面那几个扣，一看就是值钱的东西。哎，哥们儿，这外面乱糟糟的，干嘛呢？抓外人。外人？你这不知道？我怎么会知道？这大冷天的，外人来这儿，这不找死吗？亮，你也不知道，抓到了外人，连窝藏他的人一起杀。五个旗号，你还有啥都拿出来看看。啊？二位，慢走啊，您慢走。嗯哎，慢走，有事您尽管吩咐啊。发现这个东西和这两个人，立刻通知我们。放心，慢走啊，慢走。哎，上面的这两个人和这个东西，盯着点儿。好。啊。来，不是5个旗号，50个旗号爷爷不卖了。啊，你混，你有病吧你？你有药啊你？不识货！不，你我你不你，哎。哎呦我去啊。站住。那边看看。这儿。快。看什么看？这边搜捕，尿你的！是。对，就是他。有人看见那个小子带两个人在他家。慈悲我的王，无声我的王，慈悲我的王，我的王，无声我的王，无声我的王。哎，你跑哪儿去了？你先别管我去哪儿了，你们俩赶紧走。能走多远走多远，千万别连累我们。你干什么？你搞清楚，这里是我家。行。影兵啊，影兵满大街抓他们，谁留谁死，吓死爷爷了。多谢乡里兄弟相救。谢。多谢洛姑娘一家为我疗伤，此等恩情本就无以为报，更不能再连累大家。我师兄二人就此别过，收拾东西。等一下。江离，他们从3000多年前赶过来救我们，只要我们找到他们要找的人，我们就能摆脱影族的残暴统治。3000多年前，找人，
哎呀，这种骗鬼的故事也就只能骗你这种无知少女。我江离可不吃这一套。好心劝你一句，少跟他们俩搅和在一块儿，否则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你们俩赶紧走。你走。好啊，我走就我走。哼，想留爷爷没门儿。哎，对了，你说我要是主动去找影族，说他们两个在这儿的话，他们会不会给我什么好处啊？亏你还是蚕城人，难道你不恨他们灭了你们蚕城吗？不恨他们要将你们这些无家可归到处流浪的人赶尽杀绝吗？你就不想报仇吗？你怎么知道蚕城的事儿？现在这些都不重要，只要他们没有被影族抓住，就有时间有机会消灭那些毁灭族人的恶棍们。消灭？哼！来来来，就凭他们两个啊？你省省吧，英雄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。哎呀，我现在啊算是认命了，我根本不在乎这个世界被影族糟蹋成什么样，我只想好好活着。一个，再解俩。姐，姐姐姐姐，姐个屁呀、啊！姐来也是个祸害。大叔，你干什么？这是给你留的。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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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丢了！什么丢了？魔石录。说，是不是你偷的？哎。话不能乱说啊！我告诉你诽谤。哎哎哎哎哎！你别趁机会乱摸呀、啊！你哎，看啊，哼，会不会是掉在沙漠里了？你说打他们的时候，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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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当时你们呀，咻飞过来，咻飞过去的，那肯定是掉在那儿了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快快快快快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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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哎哎，来来来来来。快快快快！嗯，哎，你们愣着干嘛呀？再晚点那就被影族那些垃圾们给捡走了。哎，不是，哎，大哥们有话好好说。嗯，影族大哥，不关我的事，我就是看着热闹来这转转。他们，我一个都不认识。把魔石录交出来！有本事你们再拉呀！就是我们要找的人。看眼下情形，魔道也在寻找他。若他堕入魔道，乾坤颠倒，这世界便再无指望。我们必须带他离开凶险之地。烦请洛姑娘转告洛老前辈，我二人必以身家性命保护小七周全。
我的王，那两个武者找到了，当然还有您心心念念的末世录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您等了不止三千年，而是上万年。神魔大战，您大败，遭到了封印，变成了这副尊容。我想想，我想想，要从嵩山说起。你该不会忘记那座囚禁你万年之久的牢笼吧？嵩山人杰地灵，天地万物之灵齐聚于此，世人皆知这里封印着传说中的魔王波旬，却无人关心他，同时也滋养了一只无忧无虑的影灵。后来你幸运地摆脱了封印，我的命运也被彻底改变了。你帮我剥离，令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灵力和自由。你助我登上国师之位，让我尝到了权力的美妙滋味。你甚至赐予我一个无限接近神奇的名字，影魔。所以我曾真心发誓永生效忠你。秘境之门一战，原本我已经胜券在握，不想却低估了对手的本事，眼睁睁看着他们在我眼前逃走。魔术失败了，也是从那个时候起，你的三个女儿瓜分了这个世界。我这才明白，我虽然拥有躯壳，但仍是一个影子。不但是你的影子，还要听命于你三个女儿，成为他们的影子。可是我影魔早已不是当年影壁之上任人摆布不堪一击的影灵，我怎能甘心只做一个傀儡？并且关于这本上古神卷，知道的从来都不比您少。我的主人，我们身上都有影子标识，应该都是影王的手下。快，上车！快快，停车！得到末世录，获取神力，我将代替你波旬，毁灭人间，统御三界，成为这个世界上真正的、唯一的神。慈悲啊，我的王！永生啊，我的王！息怒啊，我的王！真正成功之前，恐怕得让您小睡一会儿，不然您那个不太让人喜欢的女儿罗娜可能会碍手碍脚。哦，您那个性感又倔强的罗娜始终对我不太友好。你果然在这里啊。为什么派人去找末世录？这是波旬王的命令，他似乎有那么一点点担心，怕你会搞砸我亲爱的主人。你胡说，父亲十分信任我。你把我父亲怎么了？波旬王说他需要沉睡几日，等待我主罗娜大功告成，举行仪式。难道父亲没有交代过不许你插手此事？那是自然，我是波旬王最忠诚的信徒，绝不会违背他的命令。影拔，你要有自知之明，搞清楚自己是什么身份，不要痴心妄想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是的，我的主人，我只会想一想
原本就属于我的东西。在这里没有原本属于你自己的东西。我警告你，别再插手此事。若有下一次，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？不会了，不会再有下一次了。嗯。父亲，您终于要回到我的身边了，到时候您就会知道谁是这个世上最忠诚、最能干、最爱您的人。我捡了一个再捡俩，捡了三个就得法。这个老东西喝酒喝谁了？嘿嘿，小伙子没礼貌啊。没睡呢还是刚醒啊？我没睡和刚醒还不都一样的、啊、来过来过来啊。干啥？你呀、啊、坐下来陪我这个老头子聊聊天儿。有什么天儿？我有急事儿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你想做的事儿不想让洛彤知道吧？行行行，有什么话快说吧啊。那我问你啊，你是好人呢还是坏人呢？不好不坏，是好是坏。那我再问问你，你说是做好人难还是做坏人难呢？做坏人难。嗯，为什么？这么跟您说吧，因为我呢一直想当一个纯粹的坏蛋，可是总是不够坏，或者说呢坏得不够纯粹。难啊，老难了。为什么想当坏人呢？当然是报仇了，杀死那些害我变成孤儿的人。嘿嘿，有趣儿。有趣儿？有什么趣儿？你再说说，如今是好世道呢还是坏世道呢？废话，当然是坏世道了。对呀，世道坏喽，坏了几千年，坏的不是天空大地山川河流，不是食物和水，也不是我老头子天天喝的那酒，不是，坏的是人心，坏的是德行，哪里还是人呢？行尸走肉罢了。但也有人不是啊，我捡了个小妻不是，又捡了个童儿也不是，你也不是。是，可我这个老头子却是啊。现在有血有肉的来了，救星来了，武者穿越千年寻找救世之人，你说是不是好事啊？行行行行，什么好事坏事跟我屁事，我真有急事，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哎，神经病，这是脑子坏了。年轻人，世间万物都是一场空，找到最真实的自己，放下世间的牵挂，善恶之分一念之间。切，这烫手的山芋扔哪儿好、啊、扔给我好不好？啊，鬼啊，鬼。见过这么漂亮的鬼吗？哎呀，
呀，吓死我了！你走路怎么没声音呢？明明是你做贼心虚，喏，人赃灭货！哎，行，管你什么货，喜欢拿去。站住，干嘛去？还给他吗？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？嗯，不知道。我知道。我知道，你知道。怎么样？求我？哎，就当你求过了。没想到那个孩子会那么厉害，影王饶命啊！影王饶命啊！一旦他有什么动向，即刻回来告诉我。这次不要再让我失望。一定！慈悲我的王，永生我的王，慈悲我的王，永生我的王。你说，他们找不到末世路，会去哪儿呢？估计回他们大唐了吧？不可能，只有末世路才能唤醒小七，让他成为真正的救世者。所以他们肯定会找的。啊，对，哈哈。哎，别动！看到了没？这就是捏人补人的机关，要不是因为爷爷我，你早就成人家点心了。哎，又怎么了？抓到了！抓到了，在聂人部落。我去集结兵力。别着急，先让他为我们清清场。老头，醒醒，陆头，醒，陆头，这是哪儿啊？这儿不知道，反正不是什么好地方。老唐姐姐，小七，你们怎么也在这里呀？你问他。两位大哥，好巧啊！你们也出来赏月啊？正所谓，人生何处不重逢。这位小朋友，
你妈妈没有告诉过你啊？打断别人说话是很不礼貌的吗？乖，先下来啊。你弄疼哥哥了？他怎么了？不知道，一晚上都这样，啰啰嗦嗦。众位，在下是人，不是食物。虽然人也是肉，但是肉和肉是不一样的。万物皆有灵，即便是动物的肉，也是万不得已方可为之，最好是不为之。不杀为人，慎言守心，事处不死，琐事无犯。就是说啊，人生在世，需要心存善念，胸怀仁慈，肆意杀生，既造恶业，必将招致是非。这中邪了吧？他就这样，拜天化烧，晚上化毒，看见生人话更多，这天一亮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哎，哥们儿，他们都是孽人，中过病毒的，只有牙齿没有脑子，你说的那些话他们根本听不懂，你在他们眼里就是块糟而已，死也要死得优雅一点。你看我，七岁的老母，不是，我说错了，我上有八十岁的老母亲，下有七个小弟弟呀、啊。尊贵的聂大神啊，我这皮包骨头又臭又脏，大半见过我的人都躲得十万八千里的，不好使、人家还没有当过英雄呢，我要踏着金彩霄云嫁给一个，不，我是说我要去意中人做英雄的事情，生一堆葫芦娃，人家不想死啊，穷人。哎，对，吃他们！你看他们，你看那个小鲜肉，还有旁边那个大块头，一看就好吃，鲜的可口，美美多汁，有没有啊？人家哪有你说的那么优秀？你闭嘴！你是说我吗？爸爸，放了那个家伙！小七，师兄，小七不能出事儿，你帮俺拖延时间。哎，这位聂姓施主，您就放过那个孩子吧。要是您实在饥饿的话，冲我来，我比较好吃。啊，对，太好吃！我刚才就说了。闭嘴！众位聂姓的朋友，请听在下一言：放下屠刀，莫再造业。是啊。人的善行和恶行都会因为因果的轮回得到相应的果报，善行得善果，恶行得恶果。世界那么大，你们应该出去看看，给自己来一场说不吃人就不吃人的旅行。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。正所谓善恶终有报，天道好轮回，不信你们的。你们抬头看，苍天饶过谁？哎，怎么了？啊，我疼！哎，行了，快，给我解开！愣着干什么呀？啊，陆姑娘，啊，这是哪里？啊，天亮了是吧？哎，你先帮我解开，快！哎呀，走，快走！走，哎，走，快点！
啊，把模式录还给人家。这老婆子长得还挺好看的啊！交出末世录和那个小孩，我放你们回大唐。你妄想！保护小心。走吧。我亲爱的主人，没想到以这种方式见到你，还真是让我心痛。又见面了，我的老朋友，三千年了，二位别来无恙吧。是你？是。陆老前辈，爷爷，那个小孩快不行了吧？来吧，交出末世录吧。你想了没？哼，是吗？那他就得死了。你们还嫌死的人少吗？要是人都杀光了，那可真是末世了。我捡了一个又捡俩，捡了三个就得法。谁是第三个呢？善恶之分，一念之间。爷爷，不要！带走。是是。
我知道，您等了不止三千年，而是上万年。阿修爷爷死了，他们还抓走了段章、樊建和小七，我去救他们。 这是我从小带的，能保佑你逢凶化吉。这是妈妈临死前送给我的。她跟我说，无论身处何处，都不要忘记自己是谁，即使身处黑暗，也不要放弃希望。照顾好自己，你等我。 这两枚珍珠弟弟，一个是我的，一个是妈妈的。我的这一枚送给你。我妈妈说，无论身处何处，都不要忘了自己是谁，即使身处黑暗，也不要放弃希望。我要走了，去哪？去给妈妈报仇。 是的，幽王，搜遍了，确实没有。那两个武者受尽酷刑，也不肯多说半句。孩子呢？单独关起来，重兵把守，但是到现在还没有醒。找到黑市那个小子，穆世鲁一定在他那儿。翻遍落街杀狱，也给我找出来。是。喂，小明，快，快给我上！ 死了死了死了！这么快就被发现了？你是来帮我的呀？啊！孽人都知道报恩了。哎哎哎！我去。
白羊做法这么冲动，快这样快，残忍了吧！你能不能征求一下我的意见？哎呀，被人发现了怎么办？行了，原谅你了啊！期间谁让你睡觉的？有人闯进来了。那小子跑得太快，没抓住。我说过，不要再让我失望。影王，孩子醒了。继续派人去追，若是子时间末世路还没出现，开坛杀了他。杀了他？我不信逼不出末世路。陆童，陆童，陆童，放给他！你不就是要这个吗？江离，不要给他！哎呦，还真痴情呢，连我都有些感动了。仔细看，你还挺讨人喜欢的。把末世录交给我，帮我找到那个孩子，我可以考虑一下，让你服侍我。吃藕？什么？我说你丑，丑八怪！
江离，不要！陆童，陆童，江离，我要去见爷爷了。不，不会的，不会有事的，不会。陆童，江离，你一定要去救小琪他们。从见你的第一面起，我就知道。我的英雄，不，不是，我甚至连你都救不了。你还记得第一次我们见面的地方吗？我记得，记得，在洛城的街上。我的正义梅送给你，你带着它就不会被那些坏人抓到。原来是你，我一直都在找你。这不是找到我了吗？可我，陆总，不要，你不会死的，你不要死，我爱你，江离，我也爱你。天生异象，妖异入侵，这是阴神给我们的警告。不同将士，大难将至。我阴娃护佑你们，护佑洛杰沙域，护佑这个世界。我已经把这万恶的魔童以及这两个妖异的入侵者找了出来。此时一到，便以他们的鲜血和灵魂祭祀神灵。今晚的夜色多美啊，三千年白驹过隙，沧海桑田，弹指一挥间呢、啊、正所谓事易时移，一切都变了，可只有这一轮明月还是好好挂在那里，月亮还是那个月亮，可星星已经不是那个星星了，可惜啊。嗨，嗨，兄弟，你知道
嵩山在哪里吗？那里的月色也很美。每年的中秋呀，我跟我师弟段，就是你旁边这位。哎呀，师兄，都啥时候了，你还跟他说这些，干啥了？哎，段长，你告诉他们，什么是善，什么又是恶。恶。我还真有点饿了。快把鲨鱼找遍了，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们。我捡了一个再捡俩，捡到三个就得法。我捡了个小七不是，又捡了个童儿也不是，你也不是。嘿嘿，谁是第三个呢？强力，啊！老混蛋，你是不是想要这个？末世录，拿去。三千年了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刻了。pose 摆的不错呀、啊，老混蛋，是不是很失望啊？是不是画风跟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啊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回事？当然是因为你蠢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蠢。你没听说过《末世录》里的内容只有救世者才能看到吗？放下他。打开他，不中啊！打开，少拿这个东西唬我，这是假的，是吗？年轻人，世间万物都是一场空，放下世间牵挂，找到最真实的自己。江离，人爷，你就不想报仇吗？善恶之分，一念之间。圣童，弄半天搞错了，原来是你！抓住他！啊啊
这个人才是真正的魔童，会给你们带来大灾难的魔童。小何，严老头，你当他们都傻吗？我这么金光四射、帅气逼人，哪点像魔了？我们就是当年被关押起来的残城人，影拔将我们像狗一样圈养着，他想在我们当中找到救世主，然后杀害洛城人。你们醒醒吧，他才是真正的魔鬼。带他们走，快走，走，快走。我们居然没有想到，小七的使命就是为了等待救世者，守护救世者。现如今，小七已经完成他的使命。小七又能与不休爷爷和洛童在一起了。通过这道秘境之门，回到大唐。你还有很多事要做，从此再也无法回到这里，不恋红尘，不念过往。江离，你还有什么事放不下的？